追光吧哥的饭圈文化大考察。炮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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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炮姐。对，有真的有这样的词吗？有真的有炮姐吗？哪个炮哪个姐？哎，泡脚的姐姐吗？还是炮姐是啥玩意儿啊？后面的男车将，大家能控制下自己的情绪吗？炮兵怕把标兵碰，啪不啪，跟这有关吗？炮姐应该说这个女孩性格很冲，是这意思吗？炮姐当然知道了，那种长焦会拍照的，最近拍戏老有人拿那种大长焦，或也是在机场乘风破浪的姐姐，放那长枪短炮那个，就跟拍藏羚羊什么的都是拍，就是非洲动物迁徙的时候，他的这个大炮是一。只不过他们去不了非洲，他们就去机场。我演唱会好多炮姐，对，我工作人员都没那么多镜头。不给我拿，我怎么拍？抱歉啊啊，也是一个职业的人，挺辛苦的。站姐，站姐，站姐就是为你站台的这些姐姐们。站姐就是先站位置的，站超过一个人的位置。那是站座，知道。明星要去哪一站去那边等待站在那里的人，你会出现地方他都站在那里的姐姐。站姐可能就是一个一个岗，一个门岗，站岗的一个站的老大。站姐当然知道了，帮你做站子的，站子的老大，我的粉丝，然后拍照发到那个他自己的站子。我也有自己的黑站，就专门黑你的。站姐就是想办法把他弄走起来，然后让他赚钱。那我们公司的宣传人员不都是我站姐吗？他就帮我做这些吗？因为我这上半年突然出现了过了给我的站子，我还好意外、啊、我也是有站姐的人好吗？虽然没有人气。好吧，炮姐站姐辛苦辛苦。私生，私生不是合法的夫妻关系，就是像孩子一样的粉丝吗？就是有交情的粉丝吗？课代表请出列。私生就无组织无纪律，让一些顶级的艺人，一线的艺人会有一些困扰，会侵犯到这个人的隐私的，满足自己的那个心里所想的那些小欲望，就是不合群的这个拍火烈鸟，拍狮子老虎的人，狮子老虎呗，人家正睡觉，谁愿意？我这正高兴睡觉，你过来拍我，谁也不开心。就是我可能当不了爱豆了，我怎么老爱说梗？别说酒店了，机场都没有人排我的。节目播出之后，搞不好你就有了，做好准备。那必须的，你们没有，我会自己雇人来排我的。有没有碰到过私生饭？以前有，以前人气有人气的时候有。出去工作再回来的时候，他在里面，然后我一打开门，他就在里面。当时有一次都上热搜了，进到家里去了，自己的行李啊、衣服啊、鞋子、啊、都摆好，然后最后警察去了以后，发现他躺在浴缸里，酒店里也有，然后半夜起来上厕所，整个屋子都是黑的，只有一个人蹲在那自己冰箱上，然后只有一束光，一缕头发，一身黑衣服。后来知道他是往里面塞菜，想做饭什么。哦，那了解了，那挺可怕的，我会自己雇人来拍我的。太危险了，不要这么做。一开门，外面十几个人倒出来，这样，真的是有这样的经验。其实挺不鼓励这样子的歌迷朋友。一方面，我们其实艺人也挺累的，再加上有时候贴那么近，其实你多少都会影响到周围的人。就是现在大家都会说私生不是饭吗？打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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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都要抢第一个，是吗？就是你排在第一个嘛 ，C 位。打头，就我一般用这个词，就是在电梯里谁放一个屁，我就说太打头了。没，懵得了，打头了，兄弟。啥意思？打头啥意思？打头就是投票，买了产品给自己投票。啊，打榜投票，原来投是投篮的投。对啊，我哪知道啊。这哪是真的谁都，你跟我说打头，这真的有点打头，兄弟，这个，哦，是这个打头，打吧，打，给我打点，打点啊，随意随意。毒唯，毒是有毒的毒吗？对，这么可怕，怕唯一下了毒手还是干啥？我只叫刘伟。
唯粉就是只支持这一个人，独唯就是怎么说特别极致的支持他，就不会支持 CP 里面的另一个人，这样很抗拒可能。不是应该爱屋及乌吗？大家各有所好嘛，对对对，所以也不去勉强大家，但就是还是呼吁大家就爱屋及乌嘛，是吧？ EQSG SG 肯定是死机。Z 是什么呢？ Z 这禽兽哥，这禽兽哥ZQSG ZQSG 早去上岗。 ZQSG 这我真不知道了。真情实感，这是蒙对了吗？蒙对了。哦，真情实感，到时候我的评论下面全是这个 ZQSG 全部禽兽。好吧好吧好吧，哎呀，这么多年下来我都看开了，我都随便吧。 DBQ DBQ 地步，对，地步球，想的是 DBJ 大保健，你这是 DBQ， 这是啥玩意儿啊？逗逼 Queen， 特别像。这英文我都知道，有一个叫 Drama Queen， 那肯定不是嘛，都是中文，就是逗逼啊，不是，想不出来。豆瓣群，不是，大波，大波浪，哎，不是不是，大波浪是个乐队哦，特喜欢的 DB。Q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，这个太难了。对不起。对哦，对不起啊。不能好好说话吗？就这啊，这太简单了。没有没有创意。